一个凶险的人，随身带武器。我这是杀猪的。嗯，别过来啊！你害怕了？我过来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想逃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哟西，逃跑！ 我给你机会，丹佐，你说话算话啊！全都让客人他走，跑吧！别过来啊！丹佐，就这样让这个女人走了？哎，这个女人很有意思。 我想跟着玩一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这个游戏肯定有意思，这么有意思的游戏，大家应该参与一下。好，我们和太君一块玩猫捉老鼠。老弟，就开过来。开，快！ 小鬼子太没人性了，老娘实在跑不动了。要杀妖怪，随你们，给老娘来个痛快的！刚才我已经给你机会，让你逃跑了，现在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谁说我没有资格？你们想不想知道李尚鹏在哪儿？哟西，那个家伙叫李尚鹏，你究竟说了？ 我说我不想死，谁想死啊？你救过女人，很聪明，说吧。你要想知道，过来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说吧。你再过来一点。 我没力气说话了，说吧。贝哥，大总，大总，太君，大总，快追！别管我，追他，给我追！追，哎呀哥！ 快点！过来，老乡，快走！
歇一会儿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啊！哎，队长，你说这婆娘怎么不走了呀？行了，大家快点，原地休息，注意警戒。你是队长啊？哎，谢谢啊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代表我们家狗蛋和驴子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们家怎么进这狗和驴呀？养牲口呢？ 怎么说话呢？狗蛋是我儿子，那小驴是我男人，这俩都是我养着呢。不过，确实跟牲口似的。<笑>快，快给我追！快追！大家别笑我，我吴喜春是粗人。<笑>哦，对了。 你有这么多钱，队长，这个你收着，算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我们游击队正缺钱呢，不是。 正缺钱呢吗？老夏，我们游击队啊是共产党的队伍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真的？啊？那你们还让我们村的人帮你们纳鞋啊？<笑>纳鞋呢，一定是你们村妇救会自发组织的，我们是不会提这种要求的。哥，你看钉子上是什么？原来打着游击队的名号，招摇撞骗。 你这就收起来了，你也太没诚意了吧！我怎么没诚意啊？这钱我都拿出一半给你们了，是你们不要的。小气！哎，太君来了！太君，游击队在那儿休息呢。很好，钱队长，你带着霍先军先冲下去啊！这次是你立大功的好机会，知道吗？是。 我这就带人上去。快去！哎，黄先军，跟我上！哎，大总下，他们人数不多，我们抓我冲上去，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了。<笑>人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，你不觉得很精彩吗？啊，要是等他们子弹打完了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要是大佐英明。 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会下了山，该干嘛去干嘛去。行行行，我自己走，你们不用管我。快！准备战斗！对了。
快跑！同志们听着，注意接上弹药，等鬼子靠近了以后再打。是。 我说你们怎么不一口气把鬼子全干掉啊？你懂个屁呀！按你说那么大，子弹早打光了，这是我们的战术啊！原来这样啊！说来说去就是你们穷呗。嘿，你这女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哎，我怎么说话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瞧不起我们，你走啊，跟着我们干嘛？哎，你以为我……小豆，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，把嘴给我闭上。哎，队长，我冤枉啊，这女的太没良心了，白救了。 说谁呢？队长，小鬼子上来了！打！打！打！ 快撤！走！撤！快撤！撤！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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